观世音菩萨在世人的印象中有两种的形象，一个是古印度时期流传下来观音菩萨像，另外一个是佛教传入中土了后所呈现的塑像。观音菩萨是闻声救苦、大慈大悲的正幻明如来，成就解脱众生、离苦得乐的悲愿，道家诸行来到娑婆世界度化众生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有讲到，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观世音是观世间纷纷众生的忧悲苦恼，清除众生的痛苦，解脱度化到极乐世界。千处祈求千处应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欢迎收看《观音菩萨传》。上一集说到，公主为了逃避和宰相公子成亲，趁着夜深人静时打扮成平民百姓的模样，逃离王宫来到百雀寺。百雀寺住持慧远长老尼发现她的身份应该不是一般的平民，而是出自官宦之家或王公贵族。后来在知客师的确认后，发现她就是被通报的逃婚女。长老尼不想惹上麻烦，希望公主能够立刻离开。公主恳求长老尼希望能够收留她，一旁的知客师心生不忍，于是开口劝住持不如先让公主留下来避避风头，等过一段时间后再请她离开。住持考虑再三，最终同意公主在寺院里暂避三天，三天后必须离开。公主心想，三天也可以，先解决逼婚的问题，接下来就走一步算一步。长老尼让公主先住在柴房里，并要求她砍柴挑水，同时一日一食，希望公主能够知难而退。王宰相真得救，要甲王室攀上亲情的关系，走去向妙尊王献计策。王宰相对妙尊王讲，妙音公主离开王宫，伊唯一会去的所在，应该就是百雀寺。微臣有一个想法，向主持慧远法师施加压力，请法师卖收留伊。安尼，妙音公主无所在去，伊就会乖乖啊回来。妙尊王反驳讲：“你以为妙音会安尼罢休吗？”无百雀寺，伊嘛会使去别个所在，深山丛林迄种鬼所在，伊都有法度踮遮尼久啊！你安尼做，只会将妙音愈逼愈远。我要爱慧远法师收留伊，予伊三天的时间，想尽办法折磨伊，予伊认清楚，出家的生活毋是遮尼轻松。只要吃到苦，伊就会乖乖啊回来。王宰相赞同这个做法，但是伊嘛烦恼，万一无成功，那安尼要安怎？妙尊王思考一下讲，就算讲是用力的，嘛要将伊硬抓回来。王宰相惊讲，公主的个性这么倔强，恐惊的袂轻易认输。妙尊王一生气，大声讲：“那是带袂转来，得放火将百雀寺烧掉。”王宰相惊一条，伊讲：“这万万不可，安尼做连公主拢会做火烧掉。”王宰相心内想：“万一妙音被烧死，这门亲事就会对你无去，所以袂当安尼做。”百雀寺的主将有将近500人，单单是要打水，供应这么多人使用，一次打两桶水，不知道要来回走几座才有够。除了打水以外，
打柴用量也是袂少，一天下来要烧掉三大捆的打柴，这些工作都要苗因一个人去完成。主持下令，什么人都不准帮忙伊。苗因入去茶房，伊就开始破茶，好不容易破完一捆打柴，大了着急要用水，苗因只好工作先放下，赶紧去井边打水，无用一下仔拢无休困，连喘一口气、啉一嘴茶的时间拢无。监事的师傅看着真唔甘，伊去向主持反映。监事师傅讲：“咱的寺院虽然注重真济，但是加妙音一个人根本就无影响，为什么要对伊这么严格？”伊的技术这么多，才给伊一碗饭吃，连配饭的菜都无，这有损害出家人自卑为怀的心胸。中老年回答：“你误会啊，这是伊要求的。伊讲一天只给伊一碗饭就有够，我并无亏待伊啊。”敢是师父质疑，那安尼关于技术方面呢？伊的身体这么瘦，爱承担的工课比别人较多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安尼安排，这有违背人人平等的原则。主持讲，我有我的用意，这你得唔免过问啊。寺院里的劳务工作一般称作出坡，又称普请，包括搬柴、运水、打扫环境、摘花、摘茶、晒金和各种劳动身体的工作，普遍邀请大众上下合力进行劳作，所以如今也俗称出普坡。在佛门，出坡时上至和尚，下至各僚行班，除了公务之外，一概都到坡场，充分表现出僧团集体劳作、自食其力、民主平等的精神。出坡也是佛门的一种修行，一门功课。从出坡中可以了解工作的神圣、服务的伟大，体会自己是个有用的人。而如今的出坡也从全寺大众扩及信众义工，信众参加出坡不仅是护持道场，也可以从工作中广结善缘、开发智慧、累积经验、学习成长，是增长福慧最好的修行。在动乱的时刻、不安的年代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抚慰人心安定的力量。伊让咱相信生活处处有光明，家己清净，风尘就有机会清净；自心平安，世间就有机会平安。感恩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画布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。有一挂书记看袂过去，暗中帮忙妙音。第一天的考验安然过关，第二天主持增加妙音的工作量。私底下有人提出抗议，认为主持的做法实在无仁德。妙音苦劝大家讲：“这是我心甘情愿接受的。经过一天的工作，我感觉我的体力有变好，走路的速度也有较紧。我相信我会当通过考验。”第二天，妙音虽然完成工作，但是伊用掉的时间比第一天加出两个时辰。伊会当休困的时间也减掉两个时辰。到第三天，主持看妙音不但无被逼退，而且愈做愈顺手，也无人抱怨妙音的工作态度。对这个局势来看，若无搁再加一点仔压力，根本都逼袂走伊。所以主持又增加真大的工作量。一天，妙音做工课，一直做到下暗10点嘛，还搁咧做。
双手起水泡，破去血一直流。大寮的书记看苗英的手受伤，赶紧摕药啊来替伊包扎。书记嘴内一直念，主持的心肝也伤过凶。出家修行的人，一点仔慈悲心拢无，比蛇搁较凉毒。苗英爱书记较细声的，那是互人听到，大家拢爱被处罚。书记真生气讲。我就是看不过才会打抱不平，你就是太过好说话才会让人欺负。苗英说，我没怪苏太，这是我要求他收留我，他没赶我走，我就已经很感恩，哪有可能会怪他呢？苏姐回应说，你太过自卑了，换作是我，我就会走去找他理论。苗英说，出家修行就是要放下执着，接受考验。我将伊当作是我的历经上缘，只要用欢喜心接受，就袂感觉辛苦。真紧三天过去啊，妙音无化苦，也无退得心。主持会员中老年开始烦恼，王宰相会来找麻烦。讲也奇怪，竟然无动静，主持才放心。既然妙音无带来灾难，而且伊本身未感觉苦，那安尼就予伊留落来吧。寺里的常住议论纷纷，认为公主不是普通人，增加了这么多的工作量，却从来没有听到她喊苦或抱怨。难道真有龙天护法的护持？不然怎么能够坚持下去？不但工作量没有减少，反而一天天的慢慢增加。长老尼想要考验他的意志力，是真的有心出家，还是为了逃避现实，为了逃婚才选择出家？不知不觉中，他在寺里待了10天，宰相没有做出任何举动，长老尼认为危机应该是解除了。既然公主能够坚持下去，那道场也没有道理要她离开，于是决定一切随缘吧。会员中老年不时会去妙音工作的所在检查，伊发现茶房已经堆满一捆一捆的茶茶，只剩一个小小的空间予伊困的所在。水池的水也都维持在满位，不用烦恼会欠水。苗英在寺院的生活无亲像其他的人会使去大殿上早暗课，下暗会使听经闻法。苗英总是离袂开打水泡茶这个工课，伊将来都袂怨叹。伊对家己讲，出家这条路是伊家己选择的，不是为着要得婚，所以伊爱经过一切的磨难，袂当怨天尤人。主持认为妙音已经熟悉大寮的环境，所以爱伊负责煮饭，这对伊来讲应该无困难。伫大寮工作的师姐向监事师傅反映，师傅讲这是主持交代的，因为寺院的职事本来就是轮替做，无退席的理由。既然想要出家，就不应该有分别心。佛德教化未当兼职，做工课嘛未当有所选择。若是无服从，就请你离开，莫去影响着寺院的运作。妙音接到新的任务，伊当然未当有怨言。只会当欢喜心接受。对于煮饭这件代志，伊完全无熟悉，一声要安怎嘞？大寮的师姐教妙音一寡简单的做法，希望帮助伊赶紧上手。经过三天的训练，就要换妙音上场。前一天的下暗，妙音先上米，洗好后才去困。隔天会知道
提早一点钟起床，一赶紧起火，开始煮饭。伫拍饭之前，妙音的早餐就已经煮好啊。为着中道省去起火的时间，妙音故意留下小火种，安尼午餐就会当顺利完成。这个方法省去真侪时间，不过留下来的火种要特别小心，要若无会造成火灾。做完午餐，妙音会将灶火灭掉，确定火拢化去啊，才会放心去睏。原本算好三工，特别予妙音去退得心，没想到经过要一个月啊，妙音一切拢无改变。王宰相等袂赴啊，走去王宫问妙真王，这问的亲事到底是有准算也无？这一问，妙真王火气拢来啊，一声下令，要去罢黜时将妙音抓回来。若是妙音拒绝，就将整间寺院放火烧掉。大队人马接到命令，浩浩荡荡前往百雀寺。这时大殿正在做早课，奔踏的马蹄声扰乱佛门的清静。正在大寮忙着早斋的公主直觉大事不妙，心里忐忑不安，但她知道该来的总是会来，自己应该要勇敢面对。公主前往山门，大队人马也已经到达，正在知客师面前叫嚣，要求住持把公主交出来。带队官看到眼前这位姑娘，气冲冲，目睭阁大大泪，一直看。官员大声问：“你是虾米人？敢干涉我办要事？”妙音现出真歹看相，大声回答：“原来是当今皇太子，虾米人敢伫遮无礼？”带队官笑笑讲：“原来是三皇姑啊！”那安尼，我就唔惊念着人。是殿下，你要亲自上马车，也是讲？妙音回答：“我无要回去，是父王尚无守信用，我无爱回宫。”带队官讲：“既然殿下无爱教阮回去，阮就公事公办。来人啊，先放火将寺院烧掉。”妙音真生气，爱官员自首，什么人敢放火烧掉罢黜寺，绝对无饶伊。带队官回呛讲：“那是大王下的命令呢，你嘛无要饶下伊吗？”妙音讲：“如果是父王下的命令，我得甲这座寺院同归于尽。”李克斯，麻烦你赶紧去通知大家，得命要紧。生气果然会让人失去理智。妙庄王想用狠招逼公主就范，于是下令烧掉百雀寺。《大智度论》里说：“称为毒之根，称灭一切善。”正所谓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嗔怒就像是一把火，会烧掉我们的理智，做出让自己后悔不已的事。嗔火还会烧毁功德林，将我们往昔所做的功德善行焚烧殆尽。嗔恨心是一切毒的根本，嗔心一起，甚至可能危害他人的生命。公主无力阻止父王要烧毁寺院的决心，只能奋力抢救大家的安危。他打板通知住众赶快撤离，有不少住众不愿就此逃命，纷纷投入协助帮助公主灭火，几乎整座水池的水都用光了，才将火势扑灭。近500位住众全部平安逃脱，部分寺院被烧毁，大殿佛像安然无恙。感谢您的收看《观音菩萨传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在动乱的时刻，不安的年代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抚慰人心安定的力量。伊予咱相信，
生活处处有光明，家己清净，风尘就有机会清净，自心平安，世间就有机会平安。感恩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。人舟